最近的微博好像不太平静，周深粉丝和别的粉丝不知为何吵了起来。先不论其原因和孰对孰错，就说说网友质疑的为什么周深粉丝的战斗力那么低。当然，这里说的粉丝是指那些真正的粉丝，而非路人粉或者普通的路人。就像很多微博网友说的那样，周深的粉丝很怂，无论面对多难听的撕、拉踩，甚至是谩骂，总是一忍再忍，一退再退。而这种表现其根本原因是，生米们对周深发自内心深处的爱护，那是害怕争吵会给周深带来不好的影响而选择的隐忍。而且周深一直劝诫粉丝不要吵架，当然这种怂主要是不惹事，但不惹事不代表怕事，因为周深说要做有牙齿的温柔。正如叨叨在文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周深呢中说的那样，周深比别人多了一个被人接受的过程，太多的人入坑是因为被周深一而再再而三甚至是十几次数十次的惊艳到，才主动的搜索他的舞台、综艺、采访，然后被其歌声和人格魅力所俘获。所以他的粉丝中有很多是第一次且唯一一次追星的老年人，试问这些人会怕事？也是因为这样，周深的粉丝很多身在粉圈，又游离于粉圈之外，不加群、不抱团，甚至没有微博，不会打卡，不会点赞，不会做数据，就只是听他的歌、看他的节目。只是周深和粉丝彼此惺惺相惜，都觉得自己何德何能能遇到对方，所以彼此间都非常珍惜，也非常克制，这就让其他粉丝觉得周深粉丝真怂。其实周深的大多数粉丝都很理智，这里的理智不仅仅是微博发言，更多的是对周深的认知，不会高估他，也不会低估他，不会随意的把周深和别人进行对比，也不会害怕别人拿周深去比较，不会禁止别人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不会随意的划分所谓的阵营，认识并承认周深的不足，不会期盼周深时时惊艳，允许不同审美和观点的存在，不因别人的夸赞而忘乎所以，不因他人的批评而恼羞成怒，这样谨言慎行，理智的粉圈不会出现大的纰漏。还有，只要周深正常营业他的新歌、新舞台，就会随时掉落粉丝，会应接不暇，再加上小破绽考古能考到秃，还要进行二创、小作文、小图，一个不小心就会错过不知道多少个舞台，再一个不小心客服大门就拍脸上了，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吵架。而且周深自己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清醒，不会因为粉丝的喜好而改变自己，也不会刻意的迎合什么，还总是对粉丝进行正向积极的引导，这样的情况下粉丝怎么会去吵架？所以周深永远不会被饭圈文化反噬。你们觉得呢？你会去微博和其他粉丝争吵吗？